众大家好，又是我 Coco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今天港岛线正式开通，坚尼地船站呢介绍了香港大学车唔同上环中环金钟湾仔个电话铃声，而家唔使嚟铜锣湾、金钟、架台山、炮台山、北角、鲗鱼涌。好，今日要大事太古，太古嘅紫色为红色，呢、這个就系车站厕所。而呢個就是個客服中心啦，咁呢個就閘機，我應該係咁嘅。太古，咁我哋出發下一站西灣。西灣可就係黃色為主，同太古嘅設計相似。廁所，客服中心，但係個外觀就唔同嘅。筲箕灣就係呢度，咁筲箕灣啦，哎呀，嗰啲人嚟啦，好嘈，所以你唔熟嗰啲。咁筲箕灣就係藍色為主，咁就呢、這個就係車站廁所，呢、這個就係客服中心，咁外觀就係咁啦。咁我哋而家出發去下一站杏花村啦。就是杏花村，杏花村是以红色为主，应该好像乜都未做。然之后呢个就是厕所，呢个写住杏花村三个字，呢个就是客服中心，外观是咁样嘅。钱都唔花，然之后我哋去到终点站柴湾。柴湾绿色为主，啲嘢就砌落去啦。咁呢个柴湾就系有天少，但系我唔记得度整乜嘢，就洗手盆。咁呢个厕所，咁呢个客服中心，我哋都系咁嘅。咁今集就介绍完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！我会斗利是俾大家嘅，不过喺留言嗰度啦。咁你会唔会争一段段声出嚟？吓？做咩啊？好，咁今集又完啦，真系好快啊！因为今集虽然介绍一二三四五个车站，不过都系好快。咁我哋嘅开幕仪式将会喺听日年初二进行嘅，咁到时我哋会揸住支棍就会喺上环站呢度开啦。咁我都准备好先。咁平啊！咁就完啦，咁呢集就完啦，拜拜。